大家好，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，防晒霜属于护肤品还是化妆品？化妆品呢一般包括了彩妆和护肤品，护肤品即保护皮肤的产品，类似于水乳、精华、眼霜，用来滋养肌肤、保护肌肤。防晒霜呢一般是用来防止紫外线的照射，防晒黑晒伤，有保护肌肤的效果，一般在彩妆前使用，属于护肤的最后一步，所以防晒霜属于护肤品。